查找这些肺管慢儿童这个设立的这个数据库，然后呢通过这个数据库的这个查找呢，实际上就是一滴血的训练啊，就采一滴血呢，然后呢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个广大媒体呢，能够在以后啊多多关注我们这个群体，能够理性的帮我们呢去扩散信息，然后呢能够理性的呢去剖析我们这些家长到底想要什么。其实我们想要的就是每一个这个有效信息的提供啊，我们想要的呢就是能够真正的让这些把黑手伸向孩子的这些恶人能够得到他们应有的惩处。